但交给小孩子那样子的荒唐啊，一二三场的废料都没有办法处理，实在没有理由再建造核四来运转。那日本的核能推进派这一句话是受到琉璃瑶小姐她定义的，就是日本的核能推进派把日本的核能推成福岛核灾，而且呢它毁灭了将近十几分。